倒车。大家都不要倒车。哎，你们知道还有玫瑰石？谁这么厉害？哎呀，你只要去工厂，直接去工厂买。很多呢，嘿嘿。玫瑰石的颜色，它就是二氧化锰，你要用天然的。然后呢，它叫无字天书的一种。那个宋楚瑜送给湖南书院就送玫瑰石。